他穿什么跳可能都这样。错过了吧，错过就没有办法了。我连看了两场，你都错过了。再跳一段，白天健身晚上跳舞，是呀，是呀。不要乱说话，一共就是不到100个人，还乱说。是不是？给他踢出去，乱说，不要乱说话，兄弟们。没有人了，限流了，限流了，没有人了，没有人就没有人。我一会儿这个肩膀头会不会风湿？会吗？手风了给。我买了，买完这个就后悔了，不知道怎么穿，运动也穿不了，跳舞也穿不了，跳舞这边还得夹着跳。我冷吗？屋里还可以吧，我总想给你披点衫，披点衣服。你不去，我下播，他还没上播了，我们时间不一定能碰得上，怕我冻着。没事儿，姐体格好，还得给删一删。这个要披肩，有披肩的麻烦。没事，动不了一点儿。这个衣服平时怎么穿啊？我就今天心血来潮想穿它一下，结果不行，太限制我了。一会儿下播了，本来今天也没怎么想播，播一会儿下播了，下播睡觉。我刚才在群里就说要睡觉，结果总惦记着。惦记我的展馆。啊，我的展馆七零八落的。我只顾抢了。对，好多这样的衣服，给你咧一下，我咧你一下。把这边的头发放在这个肩膀头子上。然后会唱歌多好呀，哎呀，唱歌比跳舞好多了。对，你太了解我了。
我要能跳起来，他能上好几千人，都不让我跳。这个号不行，回头用小号吧，能跳得过瘾，但上人也不行。我跳啊，我再一跳一会儿就没了。不换了不换了，聊会儿天儿，睡了。下播，明天早上早点起，明天早起7点开播。我要能起来的话，这衣服真要命。都别给我在这带节奏啊，跳跳跳什么？谢谢灯牌呀，我们把灯牌飘出来啊，兄弟们。你再挑衅我，就给你踢出去了。把你的头发甩一甩。啊，主力那儿500多人呢。等你发话，不用。晚上吃饭了吗？晚上吃了乱七八糟的。你饿了？饿了更不能吃啊，什么都别吃。吃什么呀？你不要减肥吗？饿了也忍着，别吃了，什么都不能吃啊。这会儿，明天你就瘦了。
熊猫眼了，下播敷面膜睡觉。不播了，今天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要点还是不点？不要点，我等你一会儿。换个地方。差了几个？还有三个。生亲密度，我还有三个真的爱你。哎，是什么来着？谁冠个名啊？是啊，真的爱你。你这样的话，我就不想下了。你知道的，我就是强迫症。我在你这儿呢，哥哥们，有几个真的爱你啊？还有三个，要不要众筹一下？我音乐声音是不是特别小？我那儿1000多人、啊，我看他接我吗？我看你的衣服，哎，咱俩衣服好像啊！我的妈！哎，你动不动你的肩膀头子？我有个袖子，好搞笑！我看了你今天可以了，流量可以了，大美女啊！对，这两天流量好起来了，前两天起来的，哎妈，累死我了！干嘛了？跳舞累的，我一直在跳舞呢。能跳吗？我有什么我不能跳？我一跳就被提示，为什么？给我限流，从2000多人限到54个人，我都。我站得远，我站得比较远，我站得很远。你站在哪儿啊？你站哪儿跳？我站的能看到脚的地方，很远。怎么来？1000多个人，打一把吧。咱俩就玩结果，玩结果，过程玩吗？过程你说，要不休息？行，休息一会儿吧，来个5分钟的。行，过程结果也就跳舞行吗？5分钟的跳舞啊？行，哦，你不能跳吧？你跳吧，我可能不行。那就随便玩个什么搞笑的，回头再说。嗯，好，你们啊。都没声音，谁没声音啊？跳个科目三，来，兄弟们，揍一揍，揍他，宝哥，来把那两个飘出来，帮我揍他。
没音乐，不用音乐，没事，不用音乐。兄弟们，帮个忙，帮个忙，打架了，打架了！50多个人，50多个人，真爱粉啊，兄弟们，靠点赞，靠点赞上了一票啊！他站得远，那回头我也站远点，我也站远点。谢谢我宝哥。有音乐吗？没有音乐，我给找个地儿啊。谢谢先生，某先生。我也站远点，这边跳行吗？我在这么远应该没事吧，宝哥真好。宝哥真好，开不开心啊宝哥。兄弟们，往上走一走，往上走一走，哥哥们，有墨镜能不能帮忙飘个墨镜啊？兄弟们，帮忙啦！有音乐了吗？音乐可以吗？音声可大，那怎么说没有音乐啊？哥哥们，往这走一走呀！我们小叶还在吗？小叶，你是不是挂号呢？在这儿，小叶，小叶，四道林哥哥，7800，能不能帮个忙？谢谢哦，7800，谢谢，谢谢7800大关键挂号回来了，哥哥，小叶，小叶，谢谢我小叶，我们小叶叶好不好？小叶好不好？律师，为什么还留一个49个亲吻？我们俩的衣服一左一右。谢谢我小叶，谢谢我宝哥，谢谢我宝哥冠名了，真的爱你。哎，我之后我就在这边跳，应该没事吧？一会儿我得问问周韵。我俩是不是约好的？还真没约好，呵呵，还真没约好。谢谢我小叶，谢谢小叶，谢谢我宝哥，谢谢7800，谢谢谢谢哥哥们。看到了吗？我，又被屏蔽了。
样不行吗？如渔网袜、渔网衣或肉色紧身装扮。不行，我再连他一下。不行，我要连一下主力，等我一下。我没了，啥事？说我穿渔网，我得说我穿渔网啊，肉色紧身装扮。我以为你被抬走了。是啊，被抬了二十秒。哦，好吧。来吧，你跳舞、哎、跳舞吧，我放音乐你跳。行。哎，我刚才站这么远，我想让你看一下我站这么远跳行不行的。哦。我站的就是这么远，我站的就是很远，是吧？你就站那么远可以啊？我放音乐啊，搞笑的你能跳吗？还是跳美一点的？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等我一下啊，找了啊。感谢大家，谢谢你们的礼物，感谢家人们。噔噔噔，来吧。梁山伯为祝英台，春天来归来，蜜蜂开花出山来，女风扬为采花姿，梁山伯为祝英台。换了，换了。等会儿换一个啊，这个行吗？最后一个。我不能再嘚瑟了。怎么会是妖怪？美，哎呦呦呦！谢谢，感谢月宝，谢谢我们宝哥，谢谢对面大哥。行了行了，不来了，不累你，不累你，我也得下了。这我今天换了两身衣服都不行，短裤。哎，我就问你啊，是不是不能露腿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是露全身，我站得远，站得很远。那我下次我也远一点，就在这边。你看我这个角度行吗？这么远行吗？还要再远一点，还要再远一点。你站多远？你站多远？我看一下。不是，我现在小屏幕看不见。哦，对，行行行，我回头我看一下你直播，我下吗？我一会儿就下了。好、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我。小叶，你还想看跳舞吗？我要换个衣服，我试一下远一点跳。我穿个什么呢？等我一下，我去换个衣服啊。等我一下。那是什么颜色？
热不热？热呀，我也不想穿。要不然跳不起来啊。长得这么漂亮，怎么会是妖怪？跳一小段啊，跳一小段下播了，兄弟们，你们想看什么？这是谁啊？谢谢菲尔，格登菲尔，独笑哦。谢谢小欧哥。好热呀！哎，宝哥，你觉得这边跳舞的话，感觉怎么样？晚上好，红叶哥。这是小欧哥，我说你看这边跳舞的话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有点暗？空间大，看得清楚吗？你说怎么没这么笨的呀？怎么不像那个？卓力学习一下。我也不想穿呀，我想想，我也不知道穿什么，我就简单跳一会儿，清楚呀，就是之后就是朝这边跳舞了，我就试一下角度，你帮我看看角度怎么样啊，妹子，我妹子还在吗？上衣不适合，我怕被抬走。
对，我衣服得穿着，衣服要穿着。穿着衣服跳舞也没什么看头。下播了，下播了。下播啦，兄弟们。热死了，下播了，下播了，拜拜，我明天见。好了，不干了，不干了，不干了，拜拜。